这辈子我唯一后悔过的事，就是让你离开我身边。可惜，晚了。时间很晚了啦，我们先走吧。你又在发什么呆啊？我穿越了。自从发现我喜欢上你之后，对你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感。有这么喜欢我吗？这是一个星球，我怎么做才可以让你喜欢上我？生日快乐。我想要给他考上同一所大学。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相信我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他跟所有女生都保持距离，看得到吃不到。确定你不是骗我吗？我很认真哎。行。什么事我要买房，以你一个人的预算不太可能。我是认真的。那如果两个人呢？也许在你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人进去，或许你不曾接受真正的爱，真诚的心遗忘吧，过去的事动我起来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有婚房了。婚房。我仿佛可以听见你的。再等一下，这三块好。我想了很久很久了，咱走。你要去哪里？去上海创业。我跟你爸已经拿到了加拿大永久居留证了。幸亏咱俩没领证，领了证我耽误你一辈子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以后也不会。我觉得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我没有后悔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听到了。你饿不饿？毕业之后，我多么努力想要争取继续待在你身边的机会。不管我家人怎么讲，我都想办法不跟他们去加拿大。我高兴，只是我怎么样都没有想到，我还来不及跟你求婚，你就先走一步。我会跟你说我要陪你一起去上海，就是因为我知道跟你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相亲这事儿我真是被逼的，你要是想走我也二话不说。其实是我骗了你。为什么要骗？我不是想让你过得幸福吗？怎么帮我？我不想把真相告诉你。我爸妈已经帮我办好移民手续。人的一生会错爱很多人，老天一定会把最好的留到未来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要娶你。娶你！这是近年来翱翔航空第二起重大飞安事故。两年前飞往上海的 TH332 航班意外坠海。